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 ，A B C D 是一个正方形，哦，这个内接于呢这个圆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他说哈，在这个 A D 略弧上面哈，找一点 P， 哦，随便找一点，然后找出来以后的话，他要你算什么呢 ？P A 啊加上哈 P C 除以 P D 会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怎么做哈？那我现在哈就延长这个 PC 啊，哦，延长 PC 哈到什么呢？到一，啊，使得哈这个 C 一哈等于呢等于 AP 啊，哦，就让呢 AP 哈延长这个 PC 嘛，让 C 一呢等于 AP， 哦 ，AP 等于 C 一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哈把它连接起来。连接起来以后，我们看这两个三角形，这两个三角形会全等的，因为这一段呢跟什么跟这一段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刚刚是做图做到的，这是已知的。啊，再来呢这一段哈，跟这一段也会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那个正方形嘛，正方形每边长度一样。啊，再来看看哈，这两个角度哈也会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看哈，我把这个把它延长以后哈，这个角度哈跟这个角度一样，啊，这个角度的话跟这个角度会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角度哈对应到 PD 哈，同样的那个弧嘛，啊，这两个是圆周角，那这两个角一样，所以这两个角会一样，那这两个角一样呢，这个角加什么？加90度了，因为这是一个正方形。这个角加90度会等于这个角加90度吗？因为这两个角一样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角 VAP 哈 ，VAP 呢，它是等于多少呢？哦 ，VAP 啊哈，会等于角 BCE 嘛，角 BCE 嘛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呢，三角形 VAP 哈。全等于呢，三角形 ，BCE 嘛。好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晓得哈，这一段的话跟什么跟这一段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个 PD 啊，哦 PD 哈会等于什么呢？会等于 BE 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对应边相等，全等三角形对应边相等。好啊，所以呢，这个 PA 加 PC 啊，这个 PA 加 PC 哈，就等于 PE 啊，因为这两段一样嘛，这一段呢加这一段哦，就等于这一段，这个等于等于那个 PE 啊，哦 ，PA 加上 PC 嘛，啊 PA 跟什么 C 一样嘛，所以要补过来的话，就等于 PE。好啊 ，PD 啊 ，PD 的话哈，除以 PB 嘛，那你看哦，这个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，为什么是知道它等腰直角三角形？首先我们看哦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三角形全等，哦，这两个三角形等，所以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啊，所以这个加这个会等于这个加这个，啊，这个加这个是90度嘛。所以这个当然也是90度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把这个角补到这里来，所以这也是90度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直角三角形，而且是等腰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边跟这边一样，刚刚讲过嘛，对应边相等，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？等腰直角三角形，也就是说，你 P 一哈，啊除以什么呢？P 一啊 ，P 一的话哈，除以 P B， 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，啊，比上呢一股，啊，这是1:1根号二嘛，所以根号2:1，所以是根号2哈，比一啊，所以这里答案哈是等于根号2。